我不信，我不服，我要报仇雪恨，我要一雪前耻。看来小丑并不适合我。哎呦，真服了，换追你算了。操！马上两台重新抓人。一颗。哎呀，没事，炸弹炸到两颗，这个大副有点好追。等会儿一个闪现带走他。呀，不是没摇到吗？闪现一击，好。坏了，机子快压好了，一颗。两颗，现在唯一能想办法就是先给它炸掉，因为机子还差那么一丢丢的进度。炸，好，一刀，想跑，一刀，好，剩个先知躲在门后边，不用管他。哎，算了，直接打一刀，好，打抽到，把他逼走，把他逼走，看看看看看看什么看看什么看，真的是。上个机械师在外边应该修不太动吧，应该炸到炸啊，开了，哎，蹭不到先知，哎呦，我真的是，哎，好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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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挂上，我就直接传，好，别急，我来了，直接传送，传！我操，耳鸣，完了，人要被偷！哎呀，我操，飞轮，这个飞轮可以。我操，我刚传送就一个耳鸣，我操，我受不了了。哎呀，哎，调酒师在前，先知在后，两个人全在开大门，太好了，那不用担心有人来偷人了。嘿嘿，哎呀，两颗鸟炸掉，好，完了还在点门，炸！我操，门开了！哎呦，算了，那不管了，赶紧管先知去。No no no， 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！一颗炸弹，快！完了！哎呀，我真服了！啊！我操，哪来的枪？我操！赶紧炸！好，我操，机械师你开了是吧？我操，金光减一，你小子，这开出一把枪你，炸，再一颗，两颗，好，哇，你小子什么运气啊？摸出枪来，完了，地窖就在这儿，你左扭，右扭，一。二，哇，这么能躲！二，定时炸弹！哎呀，我操，急死我了！炸！哎呀，没炸弹了！哎呀，急死我了！我操，你小子，万一被他吸出鸟来就完了！一颗封路，两颗，一刀，完了，这空刀！我操，哇，这延迟刀，我的天！这延迟厉害厉害，让我瞅一眼是谁。呵，鹿头，你小子，哎呦，勾到了。嘿，那今天就让我来会一会你。哟，敢把人挂到我这儿来？来，擦，那没事了。反应挺快呀，你小子。哎，不过快挂到我遗产机来了，就很烦。走位，走位，走，飞轮，好看抬手，然后骗，哎，就这点本事吗，鹿头啊？啊，就这么点本事吗，鹿头？哟，闪现拍死画家，没事，看我的，想勾我？不可能，这小心思被我拿捏的。走位，哎，鹿头，就这点本事吗，鹿头啊？就这点本。小样，钩子还挺准，快快快！哎，好，打一刀空军，我他妈上车，
来不及了，我他妈直接 QQ。哦，走喽，去美国喽。哎，有人把哎，有人关灯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直接更远喽。下车。我靠，传送了！我操，传送了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传送没有用，飞轮，哎，不给你机会。我监管是谁呀、啊？哎呦，红蝶，看我主动出击，我来找你玩了，红蝶，我来找你玩了。哎呦，这居然都来救我，骗一下好。哎呦，这居然都来救我，我太感动了，安妮，我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上鸟，然后飞，它不会飞吗？好、哦，飞进来了，没事，假装回头，操！哎呦，闪现空了，慢翻，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哎，嘿嘿，你小子，嗯，嘿嘿，回头啊！不好玩，真的不好玩。你们这帮子阵容，我不拿博士都不好意思对待你。哟，上来就是画家，直接一个小冲。哎呦，呦呦呦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打团？啊，这么喜欢打团？哎呦，敢来打博士的团，嘿嘿。那我今天定要你们有来无回。哎，我操，干什么这是？啊，干什么？快快快快快快！哇，完了，地窖出来了，可恶！赶紧去找，有脚印，走。呀，人呢？哎，我操，嗯、哎，你不动，我还真没看到你，我靠！嘿嘿嘿。那么就又到了最喜欢的一集，嘿嘿，哟，牛牛，嘿，那就让我们来比一比，来，看来我们是同一类型的替身呢，啊，这边一个夹子先封住这个窗口，然后直接勾，哎，一刀，啊，啊。我操，刚刚这刀凭什么不中啊？蓄力刀，蓄力刀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用处。哎，我真的是操了，刚刚那刀凭什么不中啊？还又是这个傻逼扭头刀。哎，我真的是服了你。哎，飞轮，我真的是翻不翻。哦，他翻没有用，这边到处都是夹子。来，我操，来，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小子！哎呦，画家，直接打一刀让他逼他就算了。来，一刀，有点快嘛。没事，不急，你也来不及，好，嘿，想翻？问过我手里的刀了吗？哈哈，冒险家，小小的可爱捏，啊，小小的可爱捏。哎呦，这个狂暴，能不能？哎呦，能不能给来个五狂暴啊？哎呦，歪了，嘿，你歪了，你小子，那你死定了。来吧，飞轮没有好，放心出道。哎，哎呦，能不能来个五层狂暴啊？三层狂暴不够用啊！摸这么快，摸！哎呀，不能放跑冒险家，绝对不能放跑他。跑了就找不到了，再想再找到就难了。而且现在所有祭司跟画家全部都是被我勾过的，都是一勾没的状态。嘿嘿嘿嘿。这个冒险家他们也难救下来。哎呦，两边都是人嘛啊！啊，你看什么看啊？你看什么看啊？偷窥！
让你偷看了吗？架住他，架住。这个祭司不行啊，我趁我钩子 CD 期间过来救人，趁我钩子好了才过来。嘿嘿，啊，完美完美，呵呵，还得是我。